就是乡村跟一个大师聊天，大师就问他有什么愿望，他就跟大师说，哎，怎么样才能让我下辈子再遇到向派呀、啊？那我就说跟那个大师说，我们可以交换位置吗？我就像外交官，问他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我？嗯，来找到他。我们这辈子是差不多最后了，到你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去哪里？我说我选择去找他。香港娱乐大亨向华强与向太感情甚笃。九日向太分享一段两人庆祝结婚43周年的影片，影片开头向华强陈述二人携手43年很不容易，向太站在他的身边开玩笑，让全场爆笑不已。切完蛋糕后，向太还为向华强吃蛋糕，相当甜蜜。就是乡村跟一个大师聊天，大师就问他有什么愿望，他就跟大师说，哎，怎么样才能让我下辈子再遇到向派呀、啊？那我就说跟那个大师说，我们可以交换位置吗？我就像外交官，问他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我？来找到他。我们这辈子是差不多最后了，到你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去哪里？我说我选择去找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，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